我叫徐张飞，来自陕西，今年35岁，参加中国尊项目建设2年多了，我是一名塔吊司机。我现在的位置离地面有500多米，我要顺着这条大壁一直走到顶端。每次上来都感觉心里好紧张，心始终在悬着。啊，终于走到顶端了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景色也很美，整个北京的美景都在我的脚下。每7天都要上来做对设备的日常检查和润滑保养。在外人来看，这小伙子真胆大，这么高也敢去，对于我们来说那是职业需要。我一个司机的技术的好坏，就是高不高超就看你掉的东西稳不稳，就跟钓鱼似的，快、稳、准。我可以自豪的站在别人说，你看里面的一砖一瓦一根梁都是我亲自雕上去的，没有我们塔吊司机这个楼都没法建。悬的风险啊，责任心要强，不是体力好啊，耐得住寂寞，打入煞风的精神，我们把控着别人的生命呢。